悬疑问答。请问师傅，同修去买鱼放生的时候，鱼老板说他也跟着放几条，同修就自愿帮鱼老板放了几条。啊，有人问过了。放生回来后，他的镯子打坏了，一下午不是打翻这个东西，就是打翻那个东西。有人问过了。这是消灾来是帮鱼老板背业了。有人问过了。这个师傅答复了，已经是帮鱼老板背业了。对了对了。鱼老板业障很重，杀了多少生了？从这个事情上看，大家要接受教训。他说帮我放几条。他随便讲的，你真的帮他放就背大业了。那么同修想问，下次同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后面可以加上给于老板某某某放生，于老板某某的业障他自己背，不让我某某某背，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些呢？不是啊，他叫你们放的，你就说替于老板某某某放的呀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嘛就好了呀。嗯，听不懂啊？好，感恩师傅。哎，又不是你们放的了，他自己要放的呀，你是替他放呀，众善奉行呀，你没罪的呀。但是你要讲清楚呀，你替他放的话嘛，人家他所有他杀的鱼生全部都来找你们了呀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